这个视频呢，希望官方不要删。为什么录这视频呢？就感觉挺生气的。其实也不怎么生气，就是很正常嘛，会遇到这些人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就是跟一个人连麦，是，他是哪个组？是这个主播啊？前缀是这个，后面写的什么洋葱挖掘机。啊，对，你看看，骂人骂的是吧？好好的罚钱吧，傻主播，你看看，因为谁累了嘛，可能是要罚钱。但是你看看，就是从我直播间啊，夸夸就往里进呐、啊。你看，就说这些，你看看看看看看看，你看都什么数？你看看啊，你看这个，我把字儿念一下子啊，没有攻击个人的事情啊，我把字儿就念一下子，就也算打广告嘛，支持 YY 嘛，爱奇艺22号。李先生，李先生是谁？我不知道啊。电影《后座的杀手》啊，推荐一下。你看他家非常有素质的主播，特意过来问声好。这个就是非常有素质的。这个主播也挺好。你看，这个，你看看，骂人了，这都骂人的啊！哎呀妈呀，骂的可他妈邪乎了。这都是哪个公会的呢？这公会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公会的，我这刚玩啊，我就给你念念字儿吧。什么中国蓝啊？我就认识那个中国蓝啊。中国蓝是什么？是人名吗？啊，我家有条狗也叫中国蓝。这是4578，这都啥？4460？哎呀，这现在 YY 起字儿都得打数字吗？起名？是吗？这不知道啊，这是。你这骂人多难听啊！你说这帮，我也不能骂人啊。中国蓝啊，中国蓝，你看前面这名叫中国蓝知足常乐这人啊，你看，还有我哈，我看看还有没有了？有没有了？往上倒饬倒饬。啊，这还有啊，这个英文字母叫 China 老兵的中国蓝，你到底是 China 还是中国蓝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这名起有点长。我没开专场，首先我不是开专场，是你们过来骂人的，跟我专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你们来骂人的。你们太狠了。他们我就是碧皇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个叫中国蓝，这个就知足常乐是碧皇什么的，还有什么叫碧皇、拆那碧皇啥的，那个那俩主播骂的是真难听啊，我都没好意思截图。真的，官方你得为我上热门啊！你让大家都看看，这天地有正气啊，这 YY 看你可不可以了？就是那个，就中国蓝碧皇，怎么拆那碧皇？那家骂人可狠了，那骂人骂的可邪乎了！哎呀妈呀，我都没心情直播了，上来就骂，就那个网名叫中国蓝碧皇，拆那碧皇的，真的。我不是指公会，也不指啥的，首先都是文字，我念都是文字。